进入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封建统治腐败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本人仅代表江淮工商界和南阳第九镇革命军将士，推举陈其美先生为护军都督，统领上海军政。承蒙季直先生和各位同志推举。反对。我反对。从徐锡麟到秋瑾，光复会的同志冲锋陷阵，生死度外，亡者无数，这个位置还轮不到你陈其美。陶先生，将光复会同盟会强分彼此，不妥吧？你这是在搞分裂呀。呸，出此大任你还不够资格。陶成章，你要做反革命对抗军政府吗？你也配说老子是反革命？我告诉你，今天就是孙文本人站在这儿也没有这个道理。Thank you.
当年顺治爷做江山，那要留了辫子才有头啊。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生意好的哦。现如今啊，是反过来了，留了辫子要砍头。皇甫新军50名为革命招兵，报名从速，报名从速啊！哎，我再说一遍，哎，皇甫新军50名为革命招兵，不报名。请，请。孙文先生态度明确，皇帝退位，这是和谈前提。我们北洋的底线也很清楚。只有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才能与皇室找到平衡，实行逼宫。孙先生说了，结束王朝，停止战争，走向共和，皆可让。朕以冲龄之年岁继大业，然国运不能行沧河之兆，多难多疾，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以何人？因宜姓之尊荣，服兆明之好物，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亦安。任何蛮皇上汉回藏上朝不能玩这个，完全领土为什么呀？大中华民国予以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寿国民之忧。别哭，亲见治治之告成，因为你是皇上，岂不异于亲此？谢皇上。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委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世凯愿竭心力，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啥是共和？海南万岁？共和是古称，周朝的事情，史记记载周厉王之乱，昭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就是国家大事大家商量着来的意思。哦，明白了，就是皇帝没了，我们大家说了算了。好了，散了，散了。润之兄弟，你说这大总统谁当最好？孙文先生。那怎么突然变成姓袁的了？他手里有枪没？孙先生辞职之前，已促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通过，这就打好了基础。换个总统决定不了民国的命运，政党政治才是根本。我们让出的不过是一个虚位而已。只要我们的政党在大选中获胜，政党内阁得以组建。听说的想法太少见，先生们，恐怕总统不过是个摆设，是个象征，阿猫阿狗谁干也无所谓。因此我们要回党造党，将原先那个松散的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同盟会改组成为真正的民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大总统，政党政治关乎国体，不可掉以轻心。
参政合并竞争，全党上下团结一致，这一点特别要牢牢记住。知道了，拜托了，铭记在心。保重，保重，保重，告辞了。你会向我抬手前，恐怕亮初，啊，顿初，顿初。家中贫寒，尚有老母健在。顿初，我死后拜托主公替我照料。顿初，你放心。不会有事的，要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顿初，坚持住，顿初，顿初，顿初。大祀之日黎明，众百官恭迎大总统入大祀更衣，而后经就位、翻柴、殿御祭、奉祖、出献赌注。居日啊，听说举国上下都在议论国体，颇有微词。无非是日本的军宪制、法兰西的内阁制，还有美利坚的总统制，哪一个适合我们？日式军宪时过境迁了，如今国家已经共和了吗？问题就在这里。昨天学英，今天学法，明日学美利坚，学到最后四不像。你想说什么？继续施法日本，走君主立宪之路。先前若能始终如一，今日中国早已国富民强，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饱受列强欺辱。宋钦，你呢？大总统指到哪里，臣就打到哪里。已经是民国了，不要老是沉沉的了。蔡将军，蔡锷，你在干什么？大总统，我既然你喜欢这玩意儿，回头送你几只好的。谢了。出现独柱以后的安排是什么？雅献忠献完毕，至受福作散传。大总统四拜，众官皆四拜。
ドイツの三島におけるすべての権益を第二。承认大日本帝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二，日本人の南満州東部内蒙古における。承认大日本帝国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建期以及安丰两条铁路的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想趁火打劫？大卫首相的脑袋被驴踢了吗？你们首相的脑袋瓜子是不是被驴踢了？哪牛？刚开铁路，两个担子奥斯陆斯莫里。可怜哦，我那样的，那边的三十名都是怎么的倒？そうどうかか。これは密約です。秘密を守る。这是个密约。双方の共同職責です。もしどちらか一方が秘密を漏らし、保密是双方共同的职责。たとえ总统阁下、尊び崇められる最高无论是谁泄露了秘密，即便其地位尊崇之极，也难逃大日本帝国的制裁。少给老子来这一套！伊藤博文活着的时候，也不敢威胁老子。你他娘的算老几？奶奶的，やめなさい！大总统阁下。死记的一旦军，帮不了你；英美列家也帮不了你。难办你的事，我们不想做中国的皇帝吗？哎，你们都听见了吗？袁世凯和日本人签署了密约21条，卖国求荣，同学们正组织集会抗议呢。走吧，快啊！王顺之，走啊，快啊！西方列强之强大，正在于诸子百家之争鸣。朱之信先生所撰写的这本《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两位西方贤者，一位叫马克思，一位叫恩格斯。中国，哎。等一下啊，什么事儿？你看看，袁世凯这是自绝于国家，自绝于祖宗。少长，我们该回国了。近闻有总统欲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华府，你我自家人，不妨跟你说明。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将近60，鬓发尽白，无此野心了。那便好。今日，如还有人想当皇帝，妄改国体，必遭举国讨之。大总统，我要连夜赶回南京，告辞了。国体已定，天命攸归，全国商民欲登大位。何此仰启圣见世，经表决，中华民国参政院全票通过，并推戴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中华帝国大皇帝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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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拥戴，感慨莫名。听说你每日坚持冷水洗浴，还到处宣扬建梯救国的思想。以前是，现在呢？现在糊涂了，先生。啊哈。
国力穷竭，北洋政府无能，强健体魄又有何用？洋枪洋炮对付大刀长矛，孰胜孰败一目了然。山东问题便是如此。有自己的答案吗？现在还没有，先生。记住，坐而论道容易，找到出路很难。也许要一生一世，也许要数代百年。爸爸。哎呦，这是我女儿杨开慧，她叫毛润芝。哥哥你好高啊，爸我玩去了。润芝啊，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什么？真想带你走，那为何不带？假意用地才能骗过袁世凯，放你去日本治病。带我走，怕他会起疑心事吗？我只想知道，一个风尘女子真的如此重要吗？天下人都知道我才娥爱美人不要江山，我不在你的病谁管？你好好活着，回来见我。奈何，七尺之躯，你许过再难许亲，草泽英雄，闻风思起。若其气顺向逆，执迷不复，大兵既至，诸法必生。大兵既至，诸法必生，这句写得好。可是，你的兵呢？孙先生，蔡锷将军到了。我的兵来了。你脸色很憔悴啊，孙先生，我不着急，坐，坐下说。孙先生，
袁世凯称帝是历史倒退，是要置中华于死地，一定要讨伐。报告总司令，第一军第六支队支队长朱德报道。说，前方驻守棉花铺的敌军是北洋三师第六旅，旅长姓吴。你马上把第一梯团换下来，连夜休整，明天凌晨发起进攻，一天之内必须把棉花铺拿下来。是。弹药备足，所有重型的武器集中起来。这狗日姓吴的到底是谁啊？吴佩孚。一群狼羔子，王八蛋！这是怎么了？冯国璋在南京跟五位将军联合通电，反对更改国体。还有广西督军陆荣廷通电，宣布广西独立。举国汹汹啊，这登基典礼的事情能缓就缓吧。那原本就是个形式。现在就要看陈焕和曹锟的了。若他们在四川能打垮蔡锷，大局或许还有转机。放虎地城！Thank you.
这个蔡锷呀，逼死我！你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苦心呐。现在，请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范敬生先生为新聘贤达颁发聘书。我代表中华民国教育部和国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宣布，聘用陈独秀先生为北京大学文科长。聘请朱熹祖先生为文科讲师，聘请李大钊先生为图书馆主任，聘请辜鸿铭先生为英文教授，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学界起诉，怎么这么深大？可笑吗？我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人辫子长在心头。老夫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诸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请诸公尽兴的欣赏。放肆！
这里是参议院，民国圣地，你们不许胡来。什么他妈的圣地啊，都是一帮穷酸文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将军，你什么意思？咱是北洋七省督军总盟主，姓张名勋，受邀入京排解府院之争。听明白不了，咱宣布，从现在开始，这个破地方关门打烊了，不开饭了，明白吗？参议院是民国立法机关，你无权擅自关闭。小东西，咱不但要关闭这个只会叽叽喳喳的破屋子，就连那个乱七八糟的破民国，咱也要一并关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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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星平身，谢万岁。皇上，皇上，皇上，臣来得太晚了。爱卿，抬起头来说话。皇上，梅主子国将不国，大清268年的基业可不能被孙文这个黄口小儿给搅黄了。他们欺负皇上是个孩子，他们欺负皇上还是个孩子。行了行了，朕封你为内阁议政大臣，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衔，赐爵一等功。谢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朕再赐你在这紫禁城里跑三圈。皇上让你放风筝。飞起来了，皇上，哎，你看。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告中外贤达，张勋等违背天心民意，以武力解散国会，囚禁总统，妄行复辟，小丑跳梁，目猴耳怪，失意于天，背信于民。祺瑞不才，应大总统临时命复职总理，奉诏逃逆，适当敌当逆党。民国6年7月2日。同学们，我们应该行动起来，负荆请愿，反对复辟。我想不明白。有什么不明白？当年临时国会把总统送给了袁世凯，铸成千古大错。中国的问题仅仅是因为选错了一个总统吗？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万方有罪，罪在朕公。如果说以前的事情罪在袁世凯一人身上，那今日张勋康有为复辟的闹剧又当罪责何人呢？你究竟什么意思？今天的中国绝不是换一个皇帝一个总统就能改变的。耻辱，莫大的耻辱，是我中华民族的耻辱。
共和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可是仅仅六年，仅仅六年的时间，就出现了两个皇帝。请注意，民国是共和之国，在共和国里做皇帝，这是对共和天大的讽刺。好，民国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成立以来，平等被无视，自由被蹂躏，博爱精神荡然无存，以先烈无量之头颅、无量之鲜血所获得“共和”二字之空名，是可忍，孰不可忍？这还是我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共和民国吗？这一切，国会不答应，法律不答应，四万万民众更不会答应。之间依然有人祭祖祀孔，不解民主自由之真谛。回顾近数十年历史，每逢共和革命失败一次，皇权思想便回潮一次，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就是如此。同学们，同学们，封建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要想存记忆，必先废记忆。要使民众觉醒，国家强大，就必先将民众心中两千年的这座大山彻底推倒。先生大言不惭，借推崇新文化、埋葬旧文化之名，将国人近代之磨难归罪于孔家旧学。试问，两千年前之孔子何罪于今人呢？顾先生，您学贯中西，难道对孔子之学难得用于今日的状况视而不见吗？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今日仍是，不会三三得八。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虽是诡辩，却难掩其才华。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时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先生，我是女子师范的代表，我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更加简洁，这是事实。请举例。先生，就好像无能为力这句成语所表达的含义，不是比白话更简洁吗？无能为力是四个字，改用白话文三个字足够。怎样讲？干不了。
辛亥革命之前，我们以日为师，现在看来是靠不住的。日本维新源于欧美，为什么放了老师不学，非要学学生？这不是学日本还是学美国的问题，这是新文化和旧文化的问题。要振兴民国，启发民智，就必须废除旧文化，普及新文化。如此变化，国家民族才有新生。你觉得该学哪个？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俄国也好，哪个能救中国，便学哪个。俄国，笑话！纵观世界，哪个国家统治的精神，不是自己国家和文化所孕育出的思想？放眼世界，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人类未来，何谈可笑？在俄国，有一个叫列宁的人，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他所引进的思想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的意思。什么是多数？是农民，是工人，是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同学们，俄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无产者的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最最伟大的第一次。袁世凯一死，北洋就成了一锅大杂烩。段祺瑞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又灭了张勋，现在又借吴佩孚打孙先生，这仗还有完没完？如此下去，湖南将会万劫不复。要是孙先生护法成功，会不会好一点？护法就要北伐，湖南便是首当其冲之地。国民党毕竟比北洋要强一些吧？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内部派系太多，相互争斗不断，先天不足。那你的看法呢？宣布自治，湖南的事情自己说了算。先生，先生，先生心情不好，你别介意。南方打完了北方打，北方打完了双方打，无休无止。这么多年革命，一直没有尽头。友人，你说我们缺了什么？我还是那句话，缺钱，缺枪，缺军队。同学们，我觉得只有法国才是欧洲文明的中心，近代革命的旗帜和世界革命的榜样。那我们就去法国。可是漂洋过海万里之遥，没有钱不行啊。我们可以筹钱啊。这样吧，咱们兵分三路，北京、上海和广州。任真，你选哪？北京吧。北京至少可以在北大看望杨先生。同学，你是哪个系的？先生好，学生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毕业生，进京访友，遇先生授课，冒昧前来倾听。毛同学，不是我不允你，只是北京大学有自己的制度。学生实在是仰慕先生的大学问，只听意见，得偿心愿便走，绝不干扰大家。坐吧。谢谢了。学校不是收容站，
一官不整，不得入内，这是北大的校规。无论如何，胡适之偌大的名声，他讲的课我非听不可。来北平除了看我，还有其他事吗？为湖南赴法的同学募捐。小常，你看看我这个学生，能怎么安排一下？你就是李大钊先生。图书馆缺个助理员，很辛苦的，干得了吗？行行，白天黑夜我都可以做事情的。一个月8块大洋，足够，比我当兵时的饷钱还多一块呢。你还当过兵啊？没打过仗。把门关上，谢谢。你是？是我呀，润之哥哥。开会，妹子。参加和谈，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使国际，我们一定不负举国百姓的重托，挺起中国人的胸膛，收复山东，一定兵城团结，中国必胜，中国必胜，正义永存，正义永存。你看，在我们的身后站着40000同胞。若国无外交啊，稍后我和百里会前往巴黎支持你们。少川虽然人微言轻，但是于国于民我会尽力的。先生，我曾经以为体育可以救国，教育可以救国，克鲁包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可以救国，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皮毛法术。我读了先生的马克思主义观，那里边讲的才是真正的大道。润之啊，我这篇文章只是管中窥豹，不足马克思主义之万一。你应该读一读共产党宣言，里边讲的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大道尽在其中。共产党宣言我都忘了。今天是除夕，润之，留下来吃饭吧。先生，我还有事情。爸爸规定的时间到了，可以吃年夜饭了。好。哎，擦手。庶民的胜利。哎，这不是守常伯伯那篇文章吗？对，是写俄国革命的，我在看。俄国革命有什么不同吗？列国革命啊，都是精英的革命。但守常先生却在这篇文章里将俄国革命的胜利称之为庶民的胜利。庶民，来喝一杯。我不喝酒。过年了就一杯。好吧。
志哥哥，我们去看放花。好，快点呀，润志哥哥。来了。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哲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Concerning the problem of Shandong,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have already signed a treatyOf 21 articles. Therefor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matter in this conference.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正式提出议案，要我们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永久地交给他们。意料之中。胡适和我准备给美国总统威尔逊写信，逼他出面主持公道。仲甫先生，恐怕您要失望了。杨昌济的高祖，湖南毛润之。润之，你下来吧。哎，日本对我国步步蚕食，很明显损害了美国在华利，威尔逊岂能袖手旁观？仲甫先生，若是日本不肯撤军，为了我们，美国会把军舰开进胶州湾来吗？那威尔逊十四条呢？就是放屁。润之说的对，日本和中国列强支持谁，只能选择其一。可几十年来，他们从未选择过我们。当年支持日本。他们是为了让日本牵制俄国，现在的俄国更需要日本去制衡，不是吗？Спасибо, товарищи. Имен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опиралась н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завоевать массы, так и произошло, товарищи. 让你来北京是为了筹募去法国的学费，你可倒好，天天都躲在图书馆里。啊，润之哥哥呀，他是个书痴。筹不到钱呢，就去不了法国，去不了法国就得回湖南，多丢人。中国银行本票，20000大洋啊，你哪弄的？是老师托张世钊先生筹募的。哎呀，毛润之啊，毛润之，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还用还吗？废话。哦，我今天晚上就回湖南落实赴法计划啊。我可暂时回不去啊。回不去？哎，你们两个是不是谈恋爱呢？好好，我先走了。必须去吗？以前定的。那还回来吗？当然，出去就是为了回来，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而且这边还有老师，还有守长先生，还有。去之前，我想先回湖南看看父母。记住，你若不回来，我就去法国找你。
同学们，最新消息，现役查明，去年9月和日本人签署借款条约的，就是驻日公使张宗祥。张宗祥，这个卖国贼！我有个预感，中国要出大事了。有关巴黎和谈啊。是的。如果谈判成功，举国欢腾；如果失败，那积压了近百年的民族情绪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我们应该怎么办？顺湖照流，推波助澜，彻底改变这个世界。外报！外报！巴黎和谈失败！外报！外报！巴黎谈判失败！今天，日本妄图接管山东一切权力的阴谋就要得逞了，而我们的外交失败了。 如果山东被日本切分，我们国家领土的完整就会被破坏，领土不整，国家必亡。大家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办呢？上街游行，冲击东交民巷，外国领事馆。要冷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爱国，我们这么做是向北洋政府施压，是夺回山东的权益。同学们。 一直以来，我们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认为一旦战事结束，他们就会仗义出手，主持公道。可是现在呢，我们被那些在凡尔赛宫高谈阔论的政客们出卖，被那些在欧洲瓜分战利品的列强们出卖，而我们的政府却要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合约上落笔签字。同学们。 历史的重要时刻就要到。同学们，上街！ 尽力肃然！是。至死立争！至死立争！爱国无罪！至死立争！至死立争！爱国无罪！至死立争！至死立争！同学们。
我们中国人民的宪法是中国人民的宪法，是中国人民的宪法。中国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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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人民的宪法。中国
有冤情去检察厅起诉，你跑到这儿来喊什么冤呢？冤情太深，检察厅接不了我的状子。你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为4万万同胞喊冤。去山东打小鬼子，而不是在这儿帮卖国贼看家护院呢。同胞们，同胞们，我们是一家人，我相信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们看看，被你们挡在门外的，都是你们的亲兄弟、亲姐妹，他们每一个都是爱国的学生，他们都是。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爱国的，是吗？是。你们都是中国人，是吗？是。那你们就别拦着我们。哎，同学，告诉我他在哪儿。就是卖国贼。就是卖国贼。我们走。走。让开。哎，同学，同学，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卧槽卖国贼，你就是中国的罪人。他在这儿呢。同学，跟我没关系啊！张东强呢？在哪儿？不知道啊！把他带走！同学，不要走！同学们，这就是千顶卖国条约的桌子！怎么能放走呢？他是张宗祥，对。
听说过学生杀人放火的典故，这是被逼无奈的反抗。如今徐大总统抓捕无辜之学子，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作为学校的主事，我宣布罢课，直到释放学生的那一天。学生万岁！革命万岁！革命万岁！有事吗？先生，从前你写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既讲大义，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的道理。可是今天你却在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你大义何在？你这是与敌为伍。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夜之间举国上下群情鼎沸，连大头兵都向着学生。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轻易妥协。我认为此事不可逆流而动。中国，怎么了？我们胜利了吗？到了庆祝的时候了吗？虎子，是在批判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位先生吗？他们不可以批判吗？凡事需以理服人。马克思的学说只是个理论，这个理论今日在俄国即便取得成功，也不意味在中国就能套用。千万别再走亦步亦趋邯郸学步的老套路，整日坐而论道，不肯解决实际之问题，那又与如何意？若新文化就是如此，便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说，陈李以俄为师，东施效颦，无济于事。先生谬矣，孔家儒道乃是封建礼教，而马克思学说是科学理论，二者岂可同日而语？尊敬的各位代表，你们凭什么
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我很愤怒。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你们不敢杀陈独秀，死了一个就会有50个一百个，你回去告诉徐吉祥，不能与人民为敌。他这个大总统若是想当下去的话，就立即放了陈独秀。仲福，你受苦了。 陈仲甫，之身情国难之重，当为我辈楷模。国立北京大学，没有陈仲甫而骄傲。陈先生，好样的！ 哎，对不起，哎，在这儿呢。你们怎么才来呀？我们走错路了。你们好，先别介绍了，上船再说吧。哎，快走走走走走。走吧。哎，等等。我在想，把国外的革命经验搬到中国来，真的行得通吗？又要变卦？中国的问题比哪都复杂，我还是留下来吧。你们一路顺风，后会有期了。哎。 给点钱。这是哪一个？湖南毛泽东。这不最太可惜了？啊？走走走走，走啊！督军府为何要查封湘江评论？ 因为我们说了真话，他们害怕我们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张敬尧是湖南的公害，士农工商无不深受其苦。工友们，有湖南，无张氏；有张氏，则无湖南。这样的大事儿，我们这些穷做工的，说了也不算啊。工人的“工”字怎么写？一横一竖，一横。对。 头顶着天，脚踩着地，工人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字。这个“天”是天下的“天”，工农大众就应该是这天下的主人。做天下的主人，能有这样的好事儿？<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叫马克思的洋人说的。这个洋人的主张，便是要人人平等，世界大同。 依照这个主张，俄国的工人已经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工友们，马克思说的革命必将普及全世界，我们中国的工人也应该起而效仿，推翻我们面前的这个黑暗的、腐朽的、只会欺负和压榨我们的反动政府。好。 明芝啊，你电报。日哥哥，大夫说爸爸是中风，说不了话，也听不见了。才憋一年。 怎么成了这样子？爸爸能说话的时候，天天念叨你。
你记不记得民国四年夏天你留给学生的那个问题？学生这些年苦思冥想，寻求真理，就快有答案了。做我的媳妇是要吃苦的，跟了我从此就没了安生的日子，没有彩礼，没有花轿，没有喜宴喜钱，甚至连个美酒都没有。省长要接见你们学生代表，请跟我来。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高贵呢？我的回答是劳工最高贵。我们吃的粮，我们穿的衣，我们住的房，哪样不是劳动者所创造的呢？大家拼命干活，却吃不饱，穿不暖，住不踏实，这合理吗？合理。对，不合理。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发动罢工，在厂主资本家面前展示我们的力量，夺回我们应有的权利。工友们，未来劳工所拥有的将是整个世界。劳工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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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长，你可来了，这学生都三天不吃饭了。谁不吃饭呢？不吃饭饿死的，自己不吃饿死不偿命。这诗是你们谁写的？我写的。这是我们新的条件，你们一日不答应，我们一日不吃饭。我们要读书，我们要看报，照办。是。我们要吃年夜饭。除夕，我个人请你们被抓的26个人会餐，咱们去外边吃饭。我们绝不设需要学习的地方。安排。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为什么变了？不是说好一起绝食的吗？改变策略，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吃东西。是保释之人，擅自离京，要是再落到警察手里，可就难出来了。我还是先回上海。百无一用是书生。你可别这么说。自你入狱，举国震动，人生辉煌不过如此。哎，你最近在研究什么？俄国革命。胡适真没说错你，在你心中，唯有俄国的庶民革命。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的最后选择。那我问你，何以俄为师？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你是说，要想团结国人，须先团结农工；要团结农工，须先有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啊，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到了上海，我买你喜欢吃的脆松糖寄给你。说话要算数啊。保重。保重。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предлагает кандидатуру товарища Маринга. Я согласен. Пусть отправляется немедленно. Ура! Шанхай 来信说什么了？建议各地派两名代表参加会议，旅欧和旅日的共产主义组织各派一人出席。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和济南都有代表参加，广州方面由你和陈公博出席。北京这边，你们两个去吧。记住，你是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参加会议。您不去吗？共产国际对这次会议很重视。陈独秀先生不去，您再不去，这会还怎么开啊？替我向马林同志致歉。就说放暑假了，学生借书的多，我这个馆长走不开。与共产国际在很多方面意见不尽一致，如果参加，万一争执起来，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明白了。记住，我必须和陈独秀保持一致。明白。
这些衣服够穿一个月的。到了上海，可别不舍得花钱。这是爸爸留下的，你拿着。你留着吧。到上海开会，别迟到了。这不行。润之啊，让你拿就拿着吧。好好照顾自己。先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北京代表。我是上海的代表李汉俊。上海代表李达。我是济南代表邓恩明。济南代表王静美。武汉董必武。武汉代表陈潭秋。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先生的代表包惠僧。幸会。长沙代表何书恒。这位是长沙的兄。久违了，久违了，国涛兄。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啊，来迟一步啊，对不起。各位好，你好。广州代表陈公博。公博兄，家人相伴，也不介绍一下。那人。各位好，我叫李立庄。公博兄，和夫人怎么住啊？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在对面的大东旅店订了房间。开会还能带家眷啊？哦，各位。这是我太太王慧武，我负责这次的接待工作，大家有事可以找我。今天路途劳顿，先好好休息吧。明天在我哥哥家望志路106号开会。我很荣幸能够代表陈独秀、李大钊二位先生主持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首次大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马林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毛润之是大会的书记员。首先，我们进行大会的第一个议题，确定党的名称。关于党的名称，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这样：百名旗帜以共产党宣言之共产党三个字为号，称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给润之写信，也建议使用这个名字。Каково мнение товарища Ли Даджао и спикина？ 马林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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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票通过。师傅，去南京路东方饭店。скажи, скажи, скажи, пусть я им гостиницу хочу в хочу фан ден. А? Мы едем в другое место. За нами слежка. Не оборачивайся. Поехали. 啊，回中饭店。好嘞。饭店有别的出口吗？后面还有个小门，是饭店直接进出的。五分钟以后在那边等我们啊！哎，好。不见吗 ？Goodbye, my dear Bosley, за нами всегда следят。对不起啊，先生，一楼已经客满了，二楼行吗？
好吧。Vous irez chercher ces gars. Vous avez trois jours pour les trouver. Sinon, vous servirez. 明天上街找人，三天找不到，你们就从这儿滚蛋。组长，我大哥是青帮大当家的，在上海找个人，小 case。北京支部共有成员13名，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邓中夏、高君宇、妙国英、何孟雄、朱务善、范宏杰、吴汝明。来，大家精神一点。下面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供与会代表讨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联合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受成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的联系。明天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党的纲领和选举党的中央机构。马林同志和尼克尔斯基同志明天也要来参加闭幕会。黄包车，对不起啊，路程耽误了时间，开始吧。人都到齐了吗？朱福海拉肚子上厕所了，马上就回来。就他事情多，不等了。昨天我们讨论了党纲，如果大家有意见，今天可以发表。我有意见，第四条不分国籍都可以。你找谁啊？你找谁啊？你要干什么？请问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席。对不起，这儿没有社联，也没有王主席。对不起，对不起。товарищи, предлагаю немедленно прекратить заседание. 马林建议立刻休会。我同意马林同志的意见，暂时休会。This is my hom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y do you organize a meeting in your house? What meeting? My words.Entertaining guests. That two are from which country? Which two? The two foreigners. Ah, Dutch. Everyone, 赶快收拾东西，随时准备离开。
Chef.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Professor. Him? My colleague. Today, I can close your house and catch your people. But as you are all teacher in the university, I will let you free. If not, you will burn yourself. I won't.情况怎么样了？没事了，马林同志说上海不能待了。我建议转移到嘉兴租一条船，改在船上开会。那马林同志去吗？他说目标太明显，为了大家的安全就不去了。好，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明天上午10点有一班火车。陈公博呢？他知道吗？明天早上我去叫他。公博，你们是不是被人监视起来了？ 大东旅店昨晚发生血案。大东旅店，陈公博住在那儿。各位，陈公博回广东了。昨天大东旅店死了两个人，他太太害怕，所以他们就走了。是殉情自杀的，胆小鬼。上车吧。 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讨论最后一项议题：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根据民主原则，我们将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成员。
应到代表13人，实到代表12人。经过投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位同志当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同志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完毕。同志们，我想朗诵一段《共产党宣言》，来表达我此刻激动的心情。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地宣布，他们的目的就要通过暴力的手段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起来，被咒骂跟着的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了，预备着去大肆战吧。我们破坏了全世界的强权，连根的把它破坏了。我们将看见新的世界了，只要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赢得那熊奈儿就一定要实现。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富民强的光辉道路，中华民族开启了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5000年文明古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总有一天，炊烟回到村庄，那音乐是稻谷晚来香。总有一天，天使安心梦想，在妈妈的怀里轻轻晃。
想要追烟花。